在最新一期《十二道锋味》中，谢霆锋罕见谈到女友王菲，称自己在家会为对方做饭，还害羞地表示只要王菲下厨，自己什么菜都喜欢。此次王祖蓝、李亚男助阵《十二道锋味》，夫妻俩合起来套路谢霆锋，八卦恋爱甜蜜事，而谢霆锋也终于松口。当李亚男问谢霆锋会不会为女友王菲做饭时，谢霆锋坦言：“反正我在家一定是我做的。”而谈到王菲的厨艺，谢霆锋害羞微笑地表示，只要女友下厨，就什么菜都喜欢，